大家好，我是 Jeff，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神牛新产品，手机闪光灯 A1。A1 有以下三大功能特点：一，作为手机闪光灯，它有8瓦的输出功率；第二个功能，作为手机引闪器，可以让手机同步引闪神牛内置 2.4GHz 系统的所有产品，比如引楼灯、闪客600二代、外拍灯 AD600、AD200、机顶灯 V8602。TT685 以及 TT350。 第三个功能，遥控功能，在手机 APP 上可遥控控制所有神牛内置 2.4GHz 系统的闪光灯，再用 X1 等触发器同步触发。另外也可以用通过 APP 同步调整所有神牛内置接收的 LED 灯。我们先介绍一下这几个功能按键：开关按钮、造型灯开关、四闪按钮，中间是 Set 多功能按键，包含设置、确认、退出这三个。外面是拨盘，选择。好，我们开机之后看一下屏幕上面，上面 A 是表示自动闪光输出，代表这一个灯。下面括号里面的零是组别。这边是嫁接补偿，当它在手动模式的时候，这边就显示输出功率，后面是比提示回电完成。第二个界面，频道和电量。好，我们可以进去设置一下，长按 Set 按钮，进入设置界面， Model A 表示自动，按下 Set 选择，旋转拨盘可以选择 AM 就是手动输出，按 Set 按钮确认，再次旋转拨盘，我们可以设置频道，按 Set 按钮选择32个频道，按下 Set 确认，再次旋转拨盘，可以设置组。有16个组，6个字母组，10个数字组。这个是升级固件时候用。长按 Set 按钮退出到主界面，按 Set 按钮可以选择输出功率，再次点按 Set 可以确认。这个是测光孔，当 A1 用自动模式拍摄的时候，这个孔是不能遮住的。同步口、固件升级口，底下是1/4螺纹口，适用于所有脚架和灯架。我们在手机的背面贴上标配的背胶贴片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跟 A1 的磁铁吸座吸在一起，也可以随意拿下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用 APP 连接 A1。 首先打开 A1， 然后打开手机上的蓝牙，打开 APP 里面的蓝牙按钮，搜索，点连接，输入默认密码6个0，好，我们打开闪光灯设置，默认 A 组是自动，最小功率，组别最小功率就是当前组最小的功率是多少，可以设置一下。比如说这个 A1 只有1/16，那我们这个默认就在1/16。好，上面的频道是设置通过 A1 来控制别的灯的频道，
当然只要 同频道就可以触发。造型灯开关，蜂鸣音，设置频闪，频闪设置的次数，频率，主初始功率，待机，可以让这一组不闪光，不参与曝光。我们可以在这个 A 组上面看一下，我们可以调节自动模式，自动调节输出量，手动模式需要手动调节合适的输出量。现在可以调整自动的时候的闪光补偿。可以开一下造型灯。好，当我们设置完灯之后，我们可以直接从这上面进入相机，也可以退出到主页键主界面，再从那边的相机进入，是一样的。这边是加减补偿，白平衡，我们点一下设置按钮，我们可以设置快门速度，快门速度越快，进光量越少，拍照的成像就越暗一些。上面这个是 ISO 设置，数字越低呢，感光度越低，感光度越低呢，对成像来说，照片可能更细腻一些，可是相对来说它会变得更暗。我们先确认每一个灯的组别和频道，这个灯为 8602N， 我们设置到 B 组。频道我们统一用一个频道，假设我们用八频道，然后我们调 AD200 我们用 C 组，频道我们也同样用八频道，然后我们闪客二代我们用 D 组，频道同样调到八。这时候我们内置接收的三个灯都已经设置好了组和频道，统一的一个频道，然后不同的组，然后因为我们 A1 在这里它是 A 组，然后 B 组 C 组 D 组。好，我们可以通过闪光灯设置项，对，然后这上面我们把频道设置到8，可以设置每一个组，对，我们这里有一个 D 组，那我们可以先添加一个 D 组。好，这底下就一个 D 组了。 A 组的输出就是这个 A1 的输出，然后我们设置下 V8602N 是 B 组，128/1最小输出组，可以调节一下。调节它的输出。好，我们可以再设置一下 C 组。D 组。可以测试闪光一下。但我们不需要 A 组，就是 A1 的时候参与到曝光里面，我们可以长按这一个组的这个框框，这时候 A1 不参与曝光。现在我们用手机 APP 通过 A1 来控制我们的 LED 灯，我们先统一用八频道， A 组，这个是 A 组，好的，然后这个 B 组已经设置好了，我们先设置频道到八频道，有16个频道可选。我们可以看一下 A 组，因为 200C 是可变的，我们这里底下有三个，一个是 3300K， 一个 5600K， 一个可变色，可变色的就可以设置。
然后我们现在设置 B 组， B 组是白光板，我们设置到 5600K， 然后所以这个就不可以变了，然后可以调整它的输出。以上就是神牛手机闪光灯 A1 与 APP 的操作介绍，更多信息请关注神牛微信公众号。